转酒店了是不是？那我先跟你们讲说，平常没事做要做什么。平常没事做的话，就是继续的。继续的生，然后继续的砍伐。那我也不找重点给你们了，因为我觉得重点就是我的实况。哎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嗯，我2023年的月球漫游啊，我其实很不想去讲，但是我还是来看一下好了，因为毕竟中秋节嘛，还是给你们看一下在哪里。这里。